秀水鄉公所感謝林長到三工看頭看尾，關心家戶生活。在代表會支持之下，本地經費採購267台鐵馬，按2號開始贈送予全鄉所有的林長。有了這台鐵馬，林長就會當服務兼運動。知名大手专心脚踏车一礼拜开场面壮观，就怕骑车伫咧路诶未安全，车身顶悬搁安装反光警示灯，车锁加安全帽。咱拢爱安全真重要吼，啊这伫诶吼较安全诶。林长一人一台脚踏车，此后伫咧协助政令推行以及基层服务等工作更加方便。有林长收着车，嘛赶紧试骑看卖。感觉安怎哈？啊，安尼好啊！乡长送铁马，阮通发物件，安尼骑出来好啊。大家好啦，大家安尼送红车，大家方便，安真好安尼。秀水乡总共有14村267名林长，乡长梁金雄表示，林长工作虽然是无薪水的，由当地村长推荐，但乡内大大小小的公共服务，拢爱靠267位的林长协助。大型的礼品嘛，予林长真感谢工作重视，感觉点点啊付出努力有得到肯定。感谢咱秀水乡长吼，甲咱代表会吼啊，送咱这个各地的林长吼，一人一台这个脚踏车吼，啊这边这个脚踏车吼真赞啊，这个美利达的厂牌吼，内面包括后送安全帽啊，后。体美这个锁吼，啊，嘛有加电火，啊，迄个警示的这个作用拢真好，配备拢真好，包括暗时骑拢足安全的吼，啊，足感恩的吩足感谢咱乡长加咱跩代表。因为秀水乡吼，咱有偏热预算吼，买267台这体美吼，啊，这个算真水的体美啦，吼，啊，一台3500。要来送予咱这林长吼，因为长平时啊真正辛苦，也无薪水吼，啊这配件嘛真多啦吼，啊所以咱就表示一下敬意，啊嘛有超一二十年吼，无送十几年无送咯吼。十多年来无送过脚踏车，公所今年特别编了经费，采购脚踏车送予各林林长，希望减轻因工作负担，嘛方便为民服务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。